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我是喜欢上海，但我更喜欢你。你屋里藏着谁呀、啊？卧室里面藏着是谁呀、啊？说话！海女是谁呢、啊？你们还没醒啊？你败坏家风！你毁人家姑娘清白！我今天打死你！我让你去跟你爷爷亲自谢罪！不，小点声！我求你了，你要打回去的，你又忘了你！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您打我没事，你自己别累坏了，不值当。再说了，这邻居看到不合适。你也知道人家看到了不合适啊！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你奶奶。过来，过来！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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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打他，我是自愿的。小杰，你别护着他，奶奶是个明事理的人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他让你今后没办法做人，我就打得他做不成个人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真是心甘情愿的，我没觉得自己吃亏。哎呀，你打他还不如打我呢。小杰，咱给你妈打电话，你们家要杀要剐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奶奶真不用，我妈知道。你妈知道你们这样？反正我妈知道我离不开陈麦冬。那也不行，奶奶就是带过来的人，我就见不得这个。不然，报警解决也行。奶奶，求您了，跪下。我为什么要跪下？就凭我眼睛里揉不进沙子，你不要脸，人家小杰还要明杰呢。既然走到这一步，必须要结婚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别瞎做主啊？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商量。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难道你要对他始乱终弃？还是小杰，你要对我孙子始乱终弃？奶奶，我绝对不会。这也太突然了。不结婚，那就订婚。要不然我就打死你。您打死我吧，您就别为难他了，好吧？哪有您这样逼婚的呀？小姐，你放心，到任何时候，奶奶都得对你够意思。Girls have girls。狗什么？狗什么丝啊 ？Girls 就是女孩的意思。够丝，够意思，女孩就是够意思。奶奶，我知道你一定是我的盟友。我现在很确定，我未来的生活里必须要有她，虽然。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但是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找到的。奶奶，怪我不知好歹。您别气了。不是，你这腿跪什么跪啊？是奶奶不讲理。是该订婚，都听您的。赵姐，你不用这样。戒指买一个圈就行，不要碎钻，不值钱。婚定的有点急，不能给你大操大办的，你受委屈了啊！哎呀，亲家奶奶，您说这外道话干什么？等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咱们再办个更热闹的。哎、叔叔阿姨好，我是庄杰。等到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再改口叫爸妈，行吗？哎，好说好说。我们也是托你福，难得聚齐了。哎，是啊，哎，大家边吃边聊吧。好好好，奶奶来，边吃边聊。哎呦，亲家母。来，坐坐坐，您坐您坐，斟酒啊！
行了，歇会儿吧。我不累。哎，我刚没发现奶奶也出门了。嗯，你家人啊送我爸妈去了，我奶奶啊再送你家人回去，无限循环。你一个平时滴酒不沾的人，今天没少喝，你难不难受？开心，喝多少都没事儿。再说啊，我之前也喝过酒。什么时候？咱俩分手的时候。你胡说，咱俩什么时候分过手？嗯，对，永远不分手。陈麦登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样？嗯，没见过订婚这么仓促的。你不会哪天突然后悔逃婚了吧？怎么可能，好不容易把你追到手，我还怕你跑了呢。陈麦登，谢谢你爱我，你就和咱们小镇一样，像碗热汤，欲贴可口，想到就让人心安。我知道上海更好，像个七彩泡泡，瑰丽诱人。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我是喜欢上海，但我更喜欢你。转身的地方，就算错过一整